最近，上海东方卫视推出真人秀《挑战的法则》在北京举行发布会。作为6位首发成员之一的戚薇，梳着一对哪吒头出场，相当甜美，相当可爱。当然了，戚薇最美的还是她的大长腿，又细又长又白，真是让人羡慕。这腿真是高过天际。说起来，戚薇很多照片，她的大长腿都很夸张，细的不可思议，白的不可思议。很显然，这还是摄影师的功劳。一旦摄影师懒得 P 图，画面就变成了这样。更夸张的这张，腿明显粗了很多。当然，这个大腿才是正常人类所能拥有的大腿啊。戚薇的条件也算是很不错的了，之前那些写真照里的腿都是 P 出来的。瘦子穿衣太任性，小心也会变成大力水手哦。身材高挑的戚薇一向被划分在瘦子阵营，不过最近她的一套机场 look 却被网友吐槽穿出了肱二头肌，仿佛大力水手既视感。更有网友调侃，七哥袖子里塞了鸡腿吗？爱拼穿的戚薇这次显然有点任性过头，本就连体宽松的连体运动裤外套穿了牛仔衬衫，又罩了一件灯笼袖黑色皮夹克，虽然大红色的鸭舌帽实力演绎少女感，连体运动裤也难掩大长腿，但这造型看起来还是让她魁梧了不少。